本身两个人都是这种身高比长，赵胜阳其实应该很清楚对手的这个优势在哪儿。如果说你要再往后退的话，一定是处于劣势。续的爆发力的进攻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是随着他的这个攻击力，对强势的攻击，让赵胜阳还是心里啊，有这么一丝忌惮。还要打，不要往后退。跟这种人打，一定要跟他拼。对，往里进。哦，上勾顶膝，空手。你看这个学段打的是很冷静啊。对，学段本人的这个打法，而且很清晰啊。在这个规则里，啊，顶膝我就用一下，一下以后马上改拳。嗯。连续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。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就算是赢了啊，这也现在也是一人拿一局。我觉得，就算是没读秒，他也很难赢了。其实这个是从分数上，这个刚才叶梦老师估计是，你从场面上我们来看，对，就目前的这个状态，确实是。赵春阳是一个性格这个外柔内刚这样的一个选手，你看就已经被打到这样了，依然还在跟对方扛。对，啊，就是那种内心里性格的刚劲儿，我希望他能找到一个方式把这种性格运释放出来，那把这种力量释放出来。赵春阳的这个拳法，这个拳法跟自己的手臂关系不大，主要是靠的是腰胯甩的这个力量，包括脚下的这个力量。对，这个是一个整体有机的整体，这个包括脚部的站位，腰部整个是一个联动的轴，这个整个这个像是一个流水线。哇，蛇身圆月踢啊！这场比赛赵春阳应该是输掉了。